事儿呢？就比如说有的人会先看脸啊，有的人会先看身材啊。我可能会先看眼睛的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这难道就是天选 CP 的默契吗？尽管如今谭松韵和井柏然的新剧《归路》即将上线，但是不少人还依旧沉浸在难得消停的 CP 中。毕竟谭松韵和王凯的搭档真的是 CP 式配度溢出了屏幕。曾经有采访问到过两人，看人第一眼会看什么部位，而王凯表示会看眼睛，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往往会通过眼睛能够知道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。而谁又不知道，王凯无论是片场还是在发布会上，都会情不自禁地盯着松韵那双 bling bling 的大眼睛，看得直发呆。毕竟谭松韵的眼睛的的确确算是娱乐圈中比较有特点的女明星，星星眼为她的娃娃脸增添了几分可爱。而同样的问题问到谭松韵，松韵认为先看眼睛合手。众所周知，谁又不知王凯是娱乐圈中著名的手模，一双修长且纤细的双手也是很具有代表性了，而这样的缘分也是没谁了。那么看完这些，你希望王凯谭松韵从戏里发展到戏外吗？等我。